我今晚就搞个鸳鸯锅吃，我先走。那晚上我就会那个水什么，。欢迎大家来到师傅我要跳舞了 ，DJ you ready? Drop the beat。他们一定会是中国街舞的未来。孩子们带来的舞蹈，也同样感谢 Franklin 韩宇、王晨毅，我们三位师傅有没有要跟大家一起来交流一下？我觉得其实每一个小朋友、每一个孩子，不管是在生活上面还是舞蹈上面，其实大家都有了很大的进步。我们一直在去传承街舞的一个精神，爱、和平。我们也会带着孩子们继续把街舞这个精神传承下去。15年、20年之后，你都有不一样的职业，但我希望你们有无限可能。我希望你们能够把舞蹈坚持下去。对，反正还是希望他们知道，就是有傅老师这个人。我们那舞方也说了，就是不管你今天怎么跳，我们还是站在你后面。他们一定会是中国街舞的未来。我要跳舞了。师父